且常常出现在不同品牌的场域哦。那今天呢，它是代表哪个单位呢？蛮特别的，待会再为大家介绍一下。欢迎收电台，展示它的时尚男神的魅力。来右边，好，右边。好，谢谢。还有哪边需要视线？右边，还右边吗？右边。好，右边再一次麻烦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右前方哈，也有很多的粉丝贵宾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修杰楷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好，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，然后所有微风的 VIP 们，大家好，也是修杰楷。OK， 今天来到这里，请问你代表的是什么专柜？我是一个很特别、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，你的冷冻仓 VIP。对，好特别哦。对哦，然后它是要干什么的？它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让你身体快速恢复，然后因为 我非常非常开心他们来找我，因为我之前是看网络上非常多运动员，然后很多 NBA 球星都是在那个冷冻舱里面快速的修复他的肌肉。对，所以我自己就非常的不要脸的说我一定要来做，没想到美梦成真了。对对对 对所以它是一个冷冻舱，有点像是另类的 SPA。 对，更科技的 SPA。 它真的，因为我刚刚又看了它介绍，它是在埃及，就是西元前多少，它是用这种方式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在修复身体的一些发炎啊或者受伤，它是用冷治疗的一种方式，而且它是氮气，所以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一个，现代人真的是一个很棒的，可以去体验看看。哇，好，非常好的介绍，而且又是一个新的梗的，在过去的我们在这里的微风之夜没有看过这个单位，是新来的朋友。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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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两天后呢，就是你孩子的妈的母亲节了。是，那你有准备什么，帮孩子准备什么吗？你说帮孩子还是帮妈？就是帮孩子准备什么，送他妈啊。OK， 你太太啊。不太了，我其实已经送到他手上，然后蛮久的，因为我本来是要送他一套旅行，然后说啊，这饭店我来处理，我帮你订，我帮你帮他出钱，对，去，结果他去饭店之后发现卡没刷过，所以我又补送了一个另外的礼物送给他。什么卡没刷的？我的信用卡啊，刷不过啊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是住多贵总统套房的？是住多贵的房间刷不过，所以再补他别的啦。对对对， okay。 那已经送到他手上了。好，真是好老公好爸爸。是是，哦，不过他在戏里面真的太凶了。对，你也像觉得吗？对啊，他私底下这样对我，是不是辛苦你了？这是贾静雯的真面目。好，谢谢修杰楷，谢谢。